你看阿白帮他扯掉了，你看阿白要帮他扯掉了。大白，你又搞笑了，吐！哎呦，大白还帮他扯掉了，这不行啊！我看人家怎么绑的呢，绑个袋子给他。狗狗白怎么办啊？狗狗白，狗狗白都说话了。哎呀，有没有网友有什么好的法子啊？啊，就是想着怎么样能给他兜一下屎尿哦，免得到时弄得车里脏哦。我感觉直接用塑料袋绑一绑就行了。塑料袋绑一绑啊。嗯。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吧。研究一下吧，哎。买到笼子可能要好一点。嗯。看这狗子哦，你把狗粮丢去哪呀？嗯，你把狗粮丢去哪呀，大白？是把狗粮就丢走了，回来，大白，回来，你把狗粮丢去哪？你想丢去埋起来呀？啊，丢狗粮，给那个树上再倒一点，刚刚忘记倒了。啊，白白是不是让我们倒点在那个碗里呀？嗯。你要再放一点在这里，明天再看看有没有啥。明天再看看有没有啥。哎呀，大白正在叼过来啊！咦，这咪咪又过来啦！咪咪，你看它在这个沙发底下，咪咪，大白又发现了，咪咪又跑我们这里来了，它现在真的是两头跑啊！哪里有？哪里好玩去哪里呗。嗯，对，我想着我们到时走了，他过来的话咋整？没事，像这个不是有个洞吗？是吧？嗯，我们这个洞里给他留大一点，他的窝呢也在这个屋子里面嘛。嗯，对不对？我给他那个留个大点的洞，他如果说想到这边来睡了，他就过来让他自己来睡嘛。里面我们也给他稍微的留一些吃的之类的哈。嗯嗯。喵喵，你记住了，你要从这里啊，喵喵，这里给你开个洞吧，哈，这里放点狗粮在那里啊，喵喵，你刚才看到了，在这个里看了哟，喵喵，哦，来，喵喵，你看它，它知道，你看它知道，啊，这里刚好，这个刚好有个洞，看看，给它弄大一点，让它能爬进去，能出来吧，哈，对。哎，拽了吧，这个也不行了，这个。哎呀，这一拽就掉了。嗯，可以啊，够大了。够大了。够大就行了，不然漏风。嗯，把它打开，看它是不是要钻进去。哎，咪咪，哎，抢你了。让它自己爬。让它自己爬。哎呦，猫就会钻洞哦，你看它，哎呦，钻进去了。我去，这一下子就进去了。自己去的，哎呦，你看进去了，我天，它的窝在里面，这回它知道了，就给它这样子留着好了，留一个吧，嗯，进出方便吧，让它两头跑吧，两头跑吧，随便它了哈，嗯，这个小猫啊，它的主人就是我们邻居的叔叔阿姨嘛，嗯，啊，他们等到时候啊，去楼房住啊，他们也会这个，隔三差五啊，就回到这边来。嗯啊，因为他们院子里还养了一些鸡嘛，是吧？嗯，啊，到时候他们要隔三差五去喂一下的。嗯，啊，这样呢，说这样呢，我们心里也放心一点嘛，哈。嗯，啊，你看他要爬了，又准备过去玩了去了哈。你看他逗大白玩的呢，喵喵，现在知道了，现在厉害了，以后可以随便进出了。对。嗯。喵。哎呀，飞檐走壁真的是哈。嗯。啊，他这个，我觉得猫啊，不用担心了哈。嗯。嗯，狗狗白，你下蛋了没有？嗯，你今天是下蛋的日子哦，你下蛋了没有？嗯，下了没有？啊，下哪里了？我看一下你下蛋没有。这狗狗白又来捡蛋了。哎，没有下蛋呢，这里。嗯，你今天还没下蛋呢？嗯。狗，是不是下到这边窝里来了？嗯，我眼睛不太好，那好像是一个鸡蛋。嗯，那是一个鸡蛋。嗯，对呀、啊，是吧？下到这里来了，哎呀，把它捡出来。我看它跟棉花一样的。哎呦，它今天怎么下到这里来了？我看一下。哎呦，下到这里来了。这个好了，这个没有什么那啥了。哎呦，这个没有斑点嘞。
不可以啊，他吃昨天吃了点骨头渣渣，补钙补好了。嗯。哎呦，你果然呐、啊，隔一天下一个蛋，好准时啊你。嗯。哎呦，好冰好冰啊，还是好冰。看我们这个车啊，昨天给他放了一块这个棉被，看有没有保暖，应该有点保暖的效果吧哈、哦。管他有没有保暖效果呢，现在先。嗯。我今天目的要先给他打着，解决一下我们这个燃眉之急。啊，今天出太阳了。今天暖和一点，看我们能不能打着。对，因为我们这个车上那个水嘛，嗯，啊，这几天都没法用的，冻住了、哦。海水的也冻住了，进水的也冻住了，所以说，好几天换洗的衣服啊放在这儿，感觉好麻烦哈。嗯，看看那洗衣机能不能弄好，把它洗一洗哦。对，不然那个水太冰了。对，采暖烘起来。把、那个衣服啊什么的洗洗啊，看行不行哈。嗯，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做核酸回来嘛，也问了一下我们申请啥时候能通过，他们呢要等，也不知道等几天。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啊、什么时候通过，也不是他们审核，是那个镇上的民政局审核。对。这个就很烦，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啥时候可以是吧？嗯，我们先整理整理吧。哎，看我这个。一单，看见。来来来，好，好冰啊，好冰啊，给你。哇、哦，好冰啊！水管子拿出来的。啊。哪个水管子？就那个厨房那个，滴下水道那里。好。我的天哪！吓我吓人。啊。哇，来。冰剑呢、啊？把吹风机，现在拿出来给它吹一吹。人家说浇开水也可以，就不敢随便浇哈。嗯，这里面这么多部位，我先吹一吹，然后再给它预热。嗯，吹的这个管道啊？嗯，就这个管道。还有下面有小油壶。小油壶上面给它贴个暖宝宝。啊，拿下来给你吹一吹。我找不到它，不知道在哪儿呢、在下面是吧？对，不好塞进去。哇。烧了壶开水，哦，哥哥白，烫鸡了，爸爸，哥哥白，好好好，烧点开水去烫一下，烫一下车。你看这哥哥白，走到哪跟到哪，我怕我把你毛给烫了哈，嗯，嗯，哎，来，开水来了，看看，拿个毛巾来，烫一烫，给我，烫一烫，给它裹上去了，我们有这毛巾，冰嘎扎了是吧？没事，哎呦，只要它热就行。嗯，吸吸，哎，吸吸吸好了。烫一烫，给它包到管子上面去哈。嗯。好。我们在这冬天的经验啊，确实还是比较少啊，也是一步步的摸索，对吧？对。总结经验，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啊、哦。对。那把它包在那里是吧？不包在那里，去给它捂一下。捂一捂。啊，因为里面够不着嘛，让它油路能长一点。对，你那浇水的话也不好浇啊，你看在里面哈、哦。嗯，不浇了，就给它烫一烫好了。嗯。吹风机吹不着，我给它毛巾给它烫一烫。热一热。再预热一下，打一下看看。哎，打着啦，感觉声音有点对了哦。对。这两天降了几度了？前两天零下17-18度，现在的话就零下11-12度左右。感觉差不多，差一点。这是我对面那个阿姨呀、啊，阿姨，我以为你回楼房了呢。是到楼房了，到楼房了哈，我下来。哦，到楼房要下来了是吧？下来一下，下来一下，水管子，正常回来水管子都冻坏。水管子冻坏了？啊，没少活皮。两天没住就住冻坏了。哎呀，我还想着，哎，以为你们回楼房了，我说这猫怎么办呢？我们过两天也想走了呢。啊，你过两天也想走，你们回老家。哦，太冷了。嗯，就是太冷了。太冷了。不要紧，我每天回来。每天回来是吧？每天回来给他弄点吃的，叫搁着门上没事的。你过两天走了。啊。过年就走了。那房子咋再弄的啊？明年再来弄。今年也买什么也买不着。那是。
那个太那的房子太大了，对，太大了，房子太大了，夏天住着可舒服，对，夏天舒服，没有啊，冬天太冷了，冬天太冷了，像你们都要回楼房住了、哦、我住那子，有时候我每天老公说我就回来一下，每天会回来一下吧，回来一下是吧。奇怪了，我这里还有两个孙子哈，离不了人，哦，两个孙子要照顾，你这时候月琴咋走来了，你这月琴你们宝贝了没走，你会好会吧啊，你回去还好，内地都放开了，我知道新疆了，新疆叫你们走吧，哦，这边他要我们再等吗，要等几天申请了、啊、你们申请了跟看你申请了啊，他说要等几天，哦，申请了可以，啊，猫你也在放着的，放着呢，放着了后他猫可以看回家看看，我们每人又跑过来了，对，有可能是你要看看他，看他跟不跟你回去，我看看他他在那里睡觉呢，我那边大门都是打开的，他没事他就出去玩，咪咪快出来啊，啥时间走啊？等他申请下来。申请下来走。嗯，你要不你在，你就先带他回去玩两天看看。带着高屋的不行。你敢走了多少，放着外头似的。我回来了后，你今天还回楼房？肯定回楼房。你要回楼房是吧？嗯。哦。那我走的时候怎么办？走的时候不要紧，走在那放在外头都是猫。不要紧啊。嗯，没事的。要你还给他喂的怪饱嘞，怪饱啊，你给他吃的啥，他可能吃了，我煮了点那个鸡胸肉啊，还有一些 那他啥都吃，他啥都吃，对，饭也吃，对对对、哎呀，那吃的肚子吃的大大的，肚子吃的大大的，就是毛长大了，挺粘人的，也长得快得很。你敢走了后，你到朝外头一放，到时候我回来了，他我们回来了，都就弄了东西给喂，一吃好饱喂。